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在这守着就行。说好的丑时换班，我这人向来守时。吃吧。你这么能吃，你吃，我不饿。你要想在这儿陪我一会儿也好。殿下，你想多了，我可不是来陪你的。只是明天我们若是被刺客追杀，还要有一场恶战，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发挥，连累我们几个送命。韩世子，这几日我是不是得罪你了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楚香月长在舅母膝下，我若是处置了她，舅父舅母必然伤怀。哦，所以我把她送去了镇国公府，断然没有包庇她的意思。没事儿，她针对我多半是因为殿下，往后殿下还是远着我点，也省得给我惹麻烦。远没有因为她远着你的意思呀，他只不过是楚家同族，怎么比得了你和我呀？知足了。我怎么可能吃醋啊？我又不喜欢你，我吃什么醋？你呀，常年是男孩子打扮，不知道什么是感情。其实你心里早已有我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笑话，我不喜欢你，我更不会吃醋。殿下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别说话，别打扰他们休息。陪你一会儿。困了？啊，是有一点。那个，平日这个时候我都已经去建筑宫了。那你靠着我睡吧，我替你守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。别说话，赶紧休息。我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怎么会心跳这么快啊？